那有不仅藏了房子和餐厅，竟然还藏了辆劳斯莱斯。这车也是你的？啊！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别打。好像到地方了。那个，我先去打个电话哈，你等我一会儿。我想看看他究竟还藏了什么。偷偷在他衣服里放个窃听器。你先在车里等一会儿啊，那李总马上就过来了。我对这个公司不太熟。原来他还有个公司。等我一下。来人了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浩总。小李啊，今天就全靠你了。浩总，我真不会演老板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帮我搞定我老婆，我那几套别墅的装修就全给你了。好家伙，一言为定。好演。就他俩啊，这演技也太拙劣了。这公司真是你和李总开的？对，李总是大老板，我就是有点小。不敢抬头看我。对，他是老板。气得手舞足蹈。那个什么，就是我大股东，我大股东，他是小股东。对，李总这。第一次来李总公司，李总公司这么大。这样吧，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我知道有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就是李总得破费了。这戏我得陪你演下去。那个，我看时间现在也有点早，就是咱们不行，晚点，下回吧，下回。那什么，现在我刚好有点饿了，我现在也是，刚好。两兄弟这配合打得不错，到我发挥了。李总，既然你们都是那么好的生意伙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给我来两只帝王蟹，再来三只奥龙，剩下的再来点招牌菜吧。李总，你看你还想吃点啥？我就不吃了，我海鲜过敏。对，海鲜过敏。那个都吃完了吧？我去买个单。这个还挺那个小号我跟我出来一趟。怎么了？我手机没电了，然后我让那个小号给我垫付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我都知道你俩是装的。好不容易接地了，不然我老婆转账还没回我。这别墅，别墅？什么别墅啊？那个浩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别墅？你说清楚啊！我带你去。